中正第一分局近期受理台北车站商圈连续窃盗案，窃嫌专门锁定地下街商家，收银机内当日盈余或预备金，趁打烊无人看管之际，将收银机整台窃走。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分析追踪，锁定嫌疑人经常躲藏地点，太原长时间跟踪埋伏后，终将女性贯窃查缉到案。清查79月期间，涉嫌犯案50余件，讯后依窃盗罪移送法办，且研判了吕贤协有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，经建警台湾申请预防性羁押，或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获准。本分局提醒商家，营业结束后不将营业所得妥善保存，同时加强监控设施环境，降低窃盗诱因，也呼吁歹徒勿心怀不轨，行窃他人财物，警方必定查缉到案。